小峰做菜数第一，大帅学你做第一。今天给大家做个鸡，跟着峰哥学个鸡。大葱你给我大点块啊、哦！你别切，切那么细没啥意思。大葱我给你大点块，切那么细没啥意思。切姜你也痛快的给我大点块，哎，简单粗暴，贼拉有效。切姜我也痛快的给你大点块，哎，简单粗暴，贼拉有效。随后大蒜你就给我咔嚓一拍，随后大蒜我就给你咔一下一拍。桂皮、辣椒、八角都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留着备用。桂皮、辣椒、八角都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留着备用。把洗净的鸡倒锅里，给搞里头。把洗净的鸡倒进锅里，给它搞里头。使照了，一捞，夸夸。使照里一捞，夸夸。混搭豆油，搞里头。前天剩的豆油搞里头。有条件的话呢，最好整个吹饼器，整个比较轻松。假装自己很有条件。哎，没事了，可以鸡肉下锅了。鸡肉放点。哎，这声音越来越大了，赶紧放鸡肉吧。手叉手叉挂兜，哎，做饭也是非常酷的职业。手叉手叉挂兜，做饭也是非常酷的职业。哎，上面，然后把这个葱姜蒜八角桂皮放进去，炒。然后把葱姜蒜八角桂皮放进去炒，炒出香味儿。酱油，搞里。炒后酱油搞里。扒了差不多了，加水。扒了差不多了，加水。盖上锅盖。盖上锅盖。把土豆崩开。把土豆崩开。崩好的土豆放里。崩好的土豆放里。把提前泡好的蘑菇放里。把提前泡好的蘑菇放里，随后再盖上锅盖，随后再盖上锅盖，千万注意不能着急开锅，腥，熟了，百分百熟了，起锅，这个汤热好，千万注意不能着急开锅，搁这听，听，百分百熟了，起锅，这个汤正好，看着捞了，看着我也捞了，哎，太香了，妈妈哎呀，太香了。哇，妈妈的味道。